这块儿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一条滑道的那个口吧？对呀、啊，这都已经画出来了，画出来了，还是很快的嘛。两边的尺寸让出来，中间拖着滑道了、啊，咱已经做过好多次了，之前视频也都有。嗯，然后就不细说了，继续干活。三条滑道口已经抠完了，准备粘那个地板了吧？粘第一层地板。对。嗯，打发泡。发泡已经准备好了。嗯，先粘大片啊。先粘大片，这个不太好粘的。嗯，你这很有做蛋糕的潜质。漂亮了，打的。漂亮，还非常的有食欲。盖上了，看不着了。哎呀。非常的可以，打的真是满满登登啊！你上来吧，浮溜浮溜，你踩一会儿就鼓。完事，等着吧。好啦。出汗了，忙活的，就是打底儿那个粘完了。啊、哦，是啊。看刚才咱打的花炮了吗？看见了。满不满？太满了。有的时候绝对实惠，你这。有的时候车友来，就感觉可能少打点儿。好一点，有的车友就喜欢多打点，嗯，就还是根据大家个人意愿。对，有的朋友就感觉发泡不太好，打多了也没啥用，你少打点、少打点。有的人你那可拉点，那没打满呢。对呀、啊，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。我感觉还是多打点好。对，起到一个保温的一个作用。这个车应该是打的，到目前为止我感觉我打的最满的一个了。对，嗯，因为是张叔买的发泡，不是我的。满满登登。又来了两个新网友。想来看看，没啥事溜达溜达，研究研究看看买什么车型，车里面都需要安装些什么，寻思探讨探讨，少走一些弯路。在屋里看你们这会儿好像开始铺地板了，我先出来看看。铺地板块。啊，这是那种家用地板吗？对啊，家用的实木混合地板。啊。12毫米厚的，小舅铺地板比较专业，我不会铺。是吗？小舅这是全能。嗯、小舅以前。干过铺地板的活，经常干，是吗？但这个车里铺地板比较复杂，是啊、到处都是急了拐弯，还有滑道坑。滑道坑那怎么办呢？就是嘎一个小条呗，嘎活呗。啊，那挺费劲。咱那挺漂亮的这个色，看，实木纹啊。是啊，这铺完不得老有家的感觉了。一会儿铺完看看吧，我感觉我挺喜欢这个地板。嗯，这是不是跟咱家我选这个地板差不多？对，风格差不多，对，纹路差不多，但是咱家的比这个要深，就是实木性的。对，这个车上的地板为什么都是顺着铺呢？不是横着铺呢？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高深，应该就是顺着铺啊，为啥不横着铺？横着铺全是接头吗？全是短头吗？横着铺全是接头的，小舅说全是短头，啊、顺着铺这一块长的，一块半块的，啊、在那个接缝里错开，啊、是不是啊？嗯、啊。应该是这么回事儿，啊，横着铺就不结实了，横着铺也不结实了，啊，我虽然知道应该是顺着铺，但是你给我问住了，我不知道为啥不横着铺，小舅给你回答了。但是你说那种游艇木的那种，它不也是很短的一块吗？对啊，它为什么要顺着铺呢？其实横着铺的话，它也不怎么下料。行了，没事了，就当我没说。反正你想咋铺都行，那家里还有斜着铺的呢。啊，对对，还有咋花了呢，中间铺个花都行。嗯，给问住了，全看自己呗。不是看自己，这个玩意儿好像愿怎么铺怎么铺。
你要你问问张叔去，你说为啥他想顺着谱？那张叔就想顺着谱，不正常就是顺着谱的。那也是。你给我真问住了。这样瞅着可能是比较正规。对。横着铺就不正规了。横着铺就感觉就是一看视线那种感觉，好像是那种。我知道你的标准答案在哪儿了啊、哦？就在评论区，肯定会有专业的网友告诉你为啥不横着铺。行，咱们看评论吧。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怎么样？太带劲了，非常有感觉呀、啊！你看下面这个位置，啊、我擦眼镜啊！啊，行。我这刚才去墨子和汗水沾一起，眼睛看不见。下面这块这个门槛垫高了啊，然后这块用木板垫高之后，用封面条给封了一下。啊，原车这个踏板，嗯，也不是特别合适了，也都太高了一块啊。用各种方法给它找了个平，特别特别结实。太好看了吧！哎呦啊！现在插后面的门槛，后面的门槛可能要定做一个白钢的，啊，这个先临时给它放回去。嗯，原车的已经不能用了，就是高低不合适了呗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这效果太带劲了啊！这太好看了啊！一种地板有一种地板的风格。你这个地板你得分谁买的，张叔买的地板就是好看。是啊，这个地板确实带劲。你地板买的不好，那你也铺不出来这种效果哈、啊。完美，哎呦，一分钱一分货，这地板一瞅就是贵地板。带劲，还差啥活了？还差前面地板收边条，侧面地板收边条、嗯、啊，上车底下拧三个滑道的螺丝，坐子一上，坐子一上，完美。一会儿张叔晚上回家的时候给他放两二踢脚，行，让这脚下得多。OK， 完工了。这个活儿啊，你看干的好不好？啊、关键在哪儿？你看你这地板铺咋样？是个木匠都能铺。嗯。关键看这个座椅按完了之后前后能不能滑动啊？之前咱们有网友什么按完了是不是滑不了？对，一滑就犯卡。对，因为那个滑道八字了。咱这二加一啊，本身这个玩意儿就是挂在这儿的，对，它就比较难滑。你看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你看滑不滑就完了，往后滑啊，走没走？走了，顺不顺畅？行，挺顺畅。再往前来一遍啊！哎，一点都不费事。行，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看看咱们这个滑道跟那个地板那个接触地方，板板正正，严丝合缝。一点缝都没有，看不上，噔噔紧，非常好。你问问张叔满不满意？张叔，你满不满意？满意。你看张叔还给我们补光呢，在这儿。充当灯光组补光的，灯光师。收工，这个完事儿。是不是能往前靠啊？啊，这个、还能单独往前靠了 啊？单独的，嗯啊，这俩也放啊，这俩也能往前放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在哪放来的？前面呢？你那啊，这块。哎啊、哦，都是能单独往下放的哈，能单独放的。我原来以为是那俩是那啊、哦，非常好。完后面搭个床是不是？对，往这一躺，贼舒服，非常带劲。车顶还高，嗯。OK， 但是关键问题还就是，还有点埋在车里，全是锯末子。没事，擦不擦不就好。好了，完活了，这车搞定，收工了呗。拜拜，朋友们。